当当当，早上好啊，姐妹们，美好的一天从南昌拌粉配猪头肉开始了。这个是猪拱跟猪下巴壳。早上好啊，姐妹们，刚出锅的热乎乎的，还在冒热气，我先来块猪头肉。南昌拌粉今天晚上12点之前开发几盒，12点以后就发6盒了。啊，热乎乎的猪头肉太好吃了。太香了。米粉少花，酱香口的微辣，没有螺蛳粉味道浓郁。这坨香菜，太香了，完美早餐呀，姐妹们。哎呀，拜拜。好吃的拌粉酱盛来了，水开下入米粉煮10分钟左右，煮至用筷子能轻松夹断，捞出来用冷水洗净备用，水开放米粉烫几秒捞出，盐鸡精、酱油、蚝油、香油、萝卜干、酸菜、葱花、花生米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当当当，麻酱火鸡面呀，姐妹们，好几天没吃了。Hello 呀，姐妹们，来口麻酱火鸡面吧，还在冒热气。你家里有火鸡面的也可以试一下啊，加麻酱巨香。麻酱中和辣度，炸鸡蛋，哎呀，我爱芝麻酱，刚手机没电卡了一下，巨香巨好吃，拜拜。凉皮煎饼果子，尝一尝，尝一尝，这里是家里。这里有点咸，
吃点家常饭，哎，猪血血，这个是我妈炒的鸡蛋，这个是干豆皮儿、小凉菜、火腿肠、小笼包，我外甥在吃那个桶装粉，这个是炸的里脊肉，我妈锅里在热的大饼，这个是猪血，这个猪血我是因为是昨天剩的了，哇，这个大饼看起来好鲜腾，好棒啊，姐妹们。你看这个姿势，我妈不让我照，我妈说你要照我就把腿放下去，这都是祖传的。来点干豆腐吧，嗯，你说你都吃什么了？啊，那炒再吃了，你做奶奶配上你奶奶又不肯吃，咋不吃？炒鸡蛋，不辣。那家粉确实不辣，不辣，你不要，你不辣。蒜香火腿肠，番茄鸡肉，嗯嗯，两色都开成了，茶肉，嗯，好吃。我老外甥在这，我妈就做饭，日常都是我自己做，还得是我外甥人大爷。可鲜疼了，不不不吃，那你去哪吃不好吃。昨天晚上卖的金针菇可好吃了，嗯，累，嗯，一点都不老不塞牙，嗯嗯，没戴眼镜，看看看的远的地方看不清的会稍微有点斗鸡眼，用眼过度，然后两只眼睛差的就是视力差的比较多，就算是戴眼镜看模糊不清的也会有点斗鸡眼。人家跟我说你应该少看手机，我说不行啊，这个真没法少看，这少看了就没饭吃了。其实不干事挺多了，那受害。拜拜。我们叫青岛了。我妈最近，我妈其实皮肤比我白多了，她最近装修装的乌黑乌黑的。冯帅到栈桥了，姐妹们，我妈在这儿呢。嗨，美女。那空气真好。对，我妈真喜欢这里，带我妈多玩玩。等今年给我妈喷点。还有我。下海边了。我妈还带着伞，我俩一人带了一把伞，因为青岛说明天有雨，下海吧，来吧，水洼凉啊，姐妹们，哎，捡了块像砖头一样，这应该我感觉就是砖头，时间久了在海水里磨成鹅蛋的形状了。好了，栈桥，嘿，这有栈桥上一个什么阁，回什么阁？哎呀，我这智商搞不明白，水可深了，吃点饭饭，葱油拌面好香，哎。非常的有食欲，等会儿再吃点别的，就不录视频了。这里有点丑。青岛五四广场啊，姐妹们，
这个是大海，青岛的地标，给俺妈照张照片。我记得小时候去谁家人谁家去青岛，都在这个面前是吧，在这儿哎照照片，把这个大地标带上，我也给我妈照一张。我来逛夜市了，姐妹们，乱七八糟的啥都有啊。我发现这里全是臭豆腐，尝尝这边跟咱家有没有什么区别。Very beautiful， 来了一份锅包肉，这边还有车轮饼、烤猪蹄儿，再来一个烤大串，锅包肉，那就不咋录视频了，吃下去，春天了，录视频也录不好，太吵了，不适合录视频。纯纯的鸭胸肉，咬不动。